不是，我刚刚感谢了有个哥，名字很厉害啊，很霸气。输得高兴，不知道这个哥还在不在。对对对，你人这样可爱，您这样可爱。尾数和榜十都是看运气，对对对，是。不知道这个哥还在不在吧？不在了啊，他出去了，不能说不在了。现在谈对象，只有总榜靠实力。现在谈对象没有压力，没呢，没呀呢。欢迎细谈，欢迎。终身的青睐，掀开了你的裙摆。为什么不向我打招呼？可能咱们直播间人多，有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欢迎不过来，回复不过来，实在抱歉，真的实在抱歉，真是实在，为什么要抱歉呢？小烟对大家很抱歉啊。小燕对大家很抱歉啊，可能有的时候确实回复不过来，不是实在抱歉的。无传没有啊，欢迎520-1314，蓝色蝴蝶520-1314，小丫头现在该吃汉堡薯条的时候了，该吃汉堡薯条。吃那发胖呢，吃那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发胖呢，吃那干啥？那都是小孩吃呢。这小丫头片子真会说话，欠真幸福，老是被你抱，欠真幸福。结婚了吧？应该没呢，没呢。你在花花世界欣然接受众生的青睐，春风掀开了你的裙摆。妹子面前用一个圆灯，把你的优势面部优势打满。打满光效果杠杠的啊！你说补光灯啊？那你直接说补光灯嘛，用个圆圈把灯打满。春走绿了起来。小烟好像胖了，没胖啊，真没胖。最近干嘛去了？最近一直在家，没干嘛。欢迎一凡哥，欢迎。就是脸大了，我离远点，我离远点。你们这么说的话，会很伤我的心的。我离远点，不许说我脸大，我会很伤心的。小燕说话的时候，眉毛一动一动，怎么做到的？他可能有眉毛，可能有自己的想法，眉毛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啊，我也管不着啊，我也控制不了啊。